今天没有锁车门啊？今天姑且放你一马嘛，不然每次锁车门，等一下全部人骂我嘞。哎，你的小可爱，小可爱今天休息，给你们玩坏了啊，还让我叫他出来了。其实我这个活动还没有做开头，先这样先做开头了，我这样就意思意思做一下，意思意思就可以了。Hello， 大家，我是阿元啊。OK， 坐。啊，你最好要注意一点东西，就是哦，你要快点呢，就是脑袋，不然的话观众看到了，哦，你又被屌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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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子？喂，你不要动可以吗？我相机这样放在这边。这样，这样我这样。啊，这种啊，要给说明屌屌一下啦，才会下一次才醒悟。所以你们屌啊，没有人反派也屌啊。讲到屌这个东西哦，哎，昨天小明出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呢就是他 prank 我的，他收我相机，然后骗我讲我相机不见了的那个影片。哎，冇讲啦，兄弟冇讲啦，激心啊，我好激心啊！我讲的不是你 prank 回我那个东西呢，啊，要不然是我讲的是有一些网民的留言呐，啊，他们觉得我玩不起，然后他们觉得你 prank 了我，然后我是生气你。这样子很简单罢了，你只需要再给我骗多几回啦，够力的啦，我相信就没有问题了。欸，没有，重点是你骗我，我那个表情，我的表情是这样的哦，然后我无言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下一次你就笑着给我骗这样子。哦，所以我要给你骗了，跟我就呵呵呵呵，不要玩啦，不要玩啦，老爷来啦。都讲你长得太凶了啊，人家都不懂你的表情是表达是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他们不明白我们的那个我们之间那一份互动跟我们之间那种沟通。是啦，我也是这样。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比较 backtrack 的一点。哇啦，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以上。哎，我吐口水。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以上，我们的沟通就是谁呀，啊，你就是这样子的吗？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每次欺负啊？是他欺负我的时候，啊，你们没有看到罢了。我跟你讲，这一段。小心被泡哦！我真的很好奇啦，到底要怎样才称上是一个好的友谊？是不是要这样打着肩这样啊，然后这样一起走这样手里喽？我做不到喽，讲真的。很简单吧？你现在笑这些，然后你给我推一下，我们的关系就是好了。示范一下啊！要笑啊，而且很开心那种啊！我负能量你呀，啊！我在负能量你呀，啊！其实我是趁机会啦，弄他的。哎，该我们去那个店那边，原本是要吃炸鸡的，可是他已经卖完那个饭了，所以只有炸鸡可以吃，没有饭可以吃，这样子就吃不饱了吗？所以我们就算了咯，我们就不要吃咯，因为如果单吃炸鸡的话是吃不饱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回家，然后等一下等草泥马来带我们去吃午餐。其实我想讲哦，这个炸鸡我是很喜欢吃，尤其是它鸡腿。是没办法，他的那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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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我现在有问你吗？我没有问你，这样算了，砍掉。哎，你动我肩膀一下，动我肩膀。你肩膀，你肩膀在哪里？这边，动一下。走开，你很恶心。我就是这样的样子哦，然后就被喂我很凶。泡好不好？敢敢泡好不好？可是我平常我就是这样的样子，你要我怎样？其实哦，我们认识有十多年啦，这十多年来我们的互动都是这样子哦，是不是？我觉得就这样子啊，我们不需要在镜头面前特地去演到很好这样，或者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是最自然的我们啊，很自然面前。其实有一点不自然。你们有没有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只有我跟小明这两条水呢？阿旺去了哪里呢？因为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全家人去了文东，是叫文东。你们懂为什么他有钱去文东？因为他红了，赚到钱了，他把那些钱拿去旅行了。睡了，旺 ，Well done。如果阿旺这种算红的话，这样小明已经是，这样你就。好啦，是不是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嘛？是不是？你看他们最近一直在做 vlog 啊，这样子啊，以为他们真的是很热爱拍摄咩？以为这个真的是他们兴趣咩？假的，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一切都是假的，要赚钱包真的。是啊，像他这样，包括我。喂，阿旺过我了。嗨，阿旺。
扮女孩子，扮女孩子，快点！快点扮女孩子，你最近扮女孩子很红哎喂！呀，不要啦！你在那边好玩吗？啊？好玩吗？吃饱睡，睡饱吃哦。哦，就跟你平常一样没有差别啦，就废人这样啊。你该要骂什么？你该要骂什么啊？怎么去那边旅行？那边一直待在 homestay 而已。喂，叻样，阿旺，阿旺，阿旺有嘢棘住咗。阿旺点解啊？你系咪中咗咩病啊？阿旺，你唔得嘅。阿旺，你做乜？旺起身啦！阿旺，你冇死啊！阿旺，阿旺，你咪看，阿旺你振作啲啊！阿旺，你醒下，你讲嘢啊！你冇瞓啊！快点打911 ambulance。阿旺挂了，挂咗啊！阿旺，乜你咁后生，你挂脑残啊？点解啊？看到吗？这就是那时候我拍我的家，讲我的家就快要卖了，然后我讲如果有什么 property agent 是卖屋子在巴生区的话，可以来联络我。结果我在一天之内收到了十多封的 email， 全部都是 property agent。来介绍我巴生区的家，然后巴生区的楼盘那些，非常感谢你们的介绍，但是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啦，因为买家毕竟是人生中的其中一件大事情，是需要时间考虑的。草泥马，怎么你这样久的？我们等你等到20了咯，你可以快点嘛？我们约好2点，结果现在几点了？你看。4:21了啊，大佬。我们可以讲东西，快一个人啊，讲一点都八万了。大江，啊，大江，感觉小学生都看不出嫩，我觉得他应该是写你们呐、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他明白这一种感觉，他应该是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感觉在身边。看到这样的 comment， 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啊，终于有人了解我们之间的互动。比较好奇是说这一种，他是被坐高那一个，还是他坐高的那一个？这样你觉得你是扮演被坐高那一个，还是坐高人的那一个？现在暂时是有坐高人，也有坐高人。这样子的话也算是平均啊，这样子你的心灵应该不会不平衡，是不是？会有一点。这样你推我啦，我笑着给你推。我也笑着推你。妈的喂！我不陪那谁喂？哇，终于到了啊！哎，要上镜哦，草泥马。废柴，过月2点，现在几点了？自己看一下你的电话，现在几点了啊？什么？有二吗？还是有二在？还是有二在？哦，对，我还没有给你们介绍草泥马。为什么还会叫草泥马呢？因为这不是一句粗话喽，是因为它的样子长得很像草泥马。你们仔细看，其实它样子长得很像草泥马。你们懂草泥马不是？不懂的话去谷歌 search， 因为我懒惰翻照片给你们看。是帅的哦，不是丑的。我是挂了，帅的比较像，丑的不像，很难哦，这个很难，不要为难我观众，太难了这个。哎，道道君君又回到来 Grand Parade 了，既然又很多人讲，为什么我每一个影片都在 Grand Parade 拍？跨过去。我觉得 Grand Parade 可以找我们代言了啦，我觉得不止代言了，还可以找我们有参买股份。我突然间了解，我每次在镜头面前晒恩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看。我老喂，你看这个，你看下一个，我老喂，阿 Win 啊，我终于理解了，我终于理解了。那这个，看，怪了。别人的 comment 也是一个，他讲，我觉得就算是好朋友也不应该这样，要尊重朋友吧。你吐口水，他心里不舒服，会和你说出来吗？而且你 prank 他也没有什么动手动脚。你被 prank 就推人吐口水，观众看了也不舒服。可是其实 OK 了，我本人是觉得这一些吐口水的东西啊，讲真的，他不是那个时候做罢了，他平常也有做了，而且这是一个我们之间私底下的梗来的。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 get 不到，很难去解释，要讲解释了。总之，我们平常的私底下，在镜头面前也好，在镜头以外也好，我跟你们讲，不要讲我啦。他跟沙子啊，都每天喷来喷去，好像这样子的，每次都是这样子的，我看到想。这样子的互动跟这样子的沟通，就是我们这一 gang 好朋友里面的
友谊咯。不要我，不要我，我跟你们讲啊，那些看不懂我们的沟通跟看不懂我们的互动的那些观众哦。好啦，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9点多，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可以到这边结束啦。其实今天的影片是没有什么重点，没有什么内容的，主要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你说起啊，那是因为裤子很硬，好不好 ？OK OK， 今天影片呢，其实主要就是让你们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的那个互动跟上次他 prank 我的那个 video。也没有生气到，也完全无感啊，就没有感觉咯。看得明白的人自然看得明白，看不明白的人就自然看不明白，就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给你。这影片到这边结束啦，拜拜，各位直男们，爱你们，么么哒。要和我讲，走开，你很恶心。哈哈哈！哇，你这。